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Mushroom 金针菇。今天我们来读一下《植物大战僵尸二：食神争霸赛》的最后的结局。两边的菜都做好了，这边的菜色淡雅清新，那边的又色香俱全，叫我都不忍心下筷子了。速度快点儿，再不吃我就冲上去抢了。松鼠桂鱼真是名不虚传啊，呵呵，也不看看是谁做的，时间那么短，你怎么学会难度这么高的中式菜？我下载了一个美食纪录片，每天对着练出来的。不对啊，就算每天练也没有那么快练成啊，嘿嘿，我飞到一个比地球时间慢10倍的星球上练的。佛跳墙真是香的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，不太对劲儿啊，他怎么一边看一边赞美，怎么就是不动筷子呢？真的很可疑，你是不是把过期的牛肉也放进去呢？果然像我预料的那样，好爽口，不过觉得难受了。哈哈，作战成功。之前的太空食品和西餐比赛其实已经把我的胃撑满了，这看着就让人饱了的佛跳墙，疯狂的我也接受不了。松鼠桂鱼也是看上去太有力了，我要感谢做了半月沉香和槐叶冷淘的那一堆，是你们让我的胃口又打开了一点儿，不再那么难受，哈哈，我们赢了。现在我宣布，我们植物队终于取得胜利了。食神争霸赛的最终胜利者是疯狂大夫。什么？因为我才是在短短数小时内吃遍了中西大餐太空食品的食神嘛，哈哈，太疯狂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